见过这么嚣张的人，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由于我不停锻炼，现在的我。 微信转账300块，帮我回到香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对你敬礼啊，salute。笑的时候眼睛不要动，扬起眉毛，停止微笑，这就是超模脸。这首歌一定要让你第一个想到的人来拍。 如果回忆容易，我也想一年你假装你在这里。